今日一道台糖公益乐泡活动开始报名了，这次将在十一月二十九号来举办。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其实袂少活动拢停办啊。所以市长的话题嘛，期待民众能多多来参加，唔那是运动来促进健康，给咱做公益，欢迎大家到顶来。往年大概都有3000多位，我们希望说今年因为前半年的这个很多活动都取消了，包括马拉松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报复性报名来参加台糖的这个马拉松，希望说大家组成复仇者联盟来台糖报复，那所以来参加很多活动，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马拉松。由在台糖区办的公益路跑活动，今年是已经迈入第六档了。每一档做公益的对象嘛，拢无同款。今年是特别甲佑民市长谢进惠来合作，期待大家当踊跃报名参加。同时嘛，希望借着活动，会当去更加侪人关心弱势朋友。每一个参加路跑的，我们就捐50块钱等值的物资来给佑民谢进惠。我们希望大家都共同来为爱而跑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关心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，我们也希望每个人大家都做得活得非常的愉快，非常的幸福。今年路跑的活动有21公里、12公里、甲4.5公里的路线，将会伫500档历史的神话糖厂来举办，好跑者会当欣赏沿途的风景，用无同款的方式来欣赏台南的水。